边呢啊，我的那个这边一二小小的三个，反正它是靠自己酵素发光的啊。关掉它就是还是可以看得到。它是靠自己酵素发光。好，手电筒。哦，看到了，有有有。好，拍照可以拍吗？可以拍。手机也可以拍啊。在刚才那个再拍一下，啊，靠近一下。它永远都那么小哈、哦？没有，它最大可以到50倍那么大。哦，所以它是小小的。哎，对对对。哎、欸。有，不晓得，我还有一只白瓜牛哎，还没有，还马豆呢，有，那上面那三颗也，哎，上面两四五月的时候，哦，满坑满谷的。哦，这样子，随手就可以看得到。那要把它换小朋友的时候，嘴巴不能张开。一讲话就这么小就可以看。他就从我旁边这样跳跳跳跳跳。这个是香菇了。这个是香菇吗？对，盐光菇，它生命期2到3天哦。那2到3天，明天一起就挂了。啊，生命这么短暂呢？对对。就刚刚看到那一只啊。就是记得电的。啊，要加左边一只在往上走了，那一只往上爬了没有？爬。哎，左边那一只在往上爬。啊，记得电的，我电点点你啊。往上爬了。对，它往上，如果说一直在树上，就会往下飞啊。这只见嘞，见一种较不见啦，较大只会走。这只见嘞，白边雾属于见哦。我的光束正中间，嗯，有，好吧，有。对对对，光束正中间有一个亮点。那是什么？那是飞鼠的眼睛啊。啊。哎，你家里要讲眼睛。树啊，来小心哦，慢慢靠近。哎、欸，对呢，真的呢。这边有一对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好可爱、哦！哇，好漂亮哦。墨树树啊，好，慢慢拍哈。哦，看到了。哇，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在干嘛？哦，好可爱。假他们假假。这个树蛙的眼睛不会亮，你怎么看得到啊？快点了，好吗？他们好可爱，你看。那、啊、你可以放大一点点的。对，我要回去戴眼镜。我们有老花眼镜看不到。特别是不会动，太好笑了。对，它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围着它不会拔？它都不会干影响到他们现在正在做 happy 的事情。它在动就是要准备攻，不是虎头蜂就、哦、不行啊。虎头蜂比较可爱，蜂的一种，行啊，好可爱哦。小珍他们就不管我们。我给你来，那个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自拍啊。我在他在那走，你们在帮他拍照。哎，他都不会怕人呢、欸。重点是他在躲啊。没有，我已经这样摇动他，他都无所谓。他其实在躲，很奇怪。哎，我们如果伸手去把他抓，不行。他有没有躲啊，老板？应该没有，没有这个没有。没有躲，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那好了。没有毒哈、嗯，拍完了就了。它颜色跟那个叶子都一样，有点。对、欸，它有保护色，它想说它很安全了。没有毒，不要抓啦。没有了，摸它一下哈，我们。嘿嘿嘿嘿，它会动哎、欸，是真的哎、欸。我摸它，它会动的。好了。啊。哈没有牙齿啊。抓他干嘛？啊！你给他抓起来！啊！他没有牙齿，啊、我怕有你。啊！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他会受伤啦、啊。不会啦，他会跳的。这么高。哎、欸，没什么滑滑的感觉，手还是很面滑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他看啦、啊？我不要。好好玩的呢，真的，你很难得呢，真的，好滑滑的。
哎，真的眼睛亮亮的。你知道他眼睛亮亮的？可以把肌肉力量吗？他在跑。光速正在一直跑，有没有？啊！拉直哎！啊！对哦，如果把它抓起来多好。你在小屁蛋里就是抓这样子的虾。你在小屁蛋里？都是抓这个虾，就个体型而已。还有更大的。